要说起汴河广场，应该算是沙市人心目中绝对的市中心了。现在地图上的名称是沙龙达广场，老沙市人习惯叫它小花园或者汴河广场。对这广场周边的几栋建筑，我想大家也应该是烂熟于心了。或许你今天刚刚有从附近路过，但估计也未必会留意街边这栋不那么起眼的楼房。但如果要把时间推回到50年前，这里可是本地一处妥妥的高大上场所，也是当时沙市市中心的标志性建筑。今时今日，你在外墙上甚至已经找不到它的名字了。某种意义上看，它和街对角的公益大楼一样，已经沦落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广告牌。虽然地段算是不错了，但一楼沿街的商铺看上去生意也不怎么样。当然，现在连淘宝的双十二大促都取消了，更别提街边的实体商铺了。这是1972年9月沙市饭店刚刚建成时的照片，当年的汴河广场上还在平整修缮。这幢楼可是当年沿街建筑的绝对高度。汴河这个交通岗亭还记得吧？这张航拍图拍的位置就比较清楚了。有谁还记得饭店左侧巷口的酸辣面馆？右上角的绿色棚顶是自由市场。沙市饭店毗邻美丽的汴河，视野开阔，风景秀丽。这些就是早年的报销凭证了。饭店在2001年进行了改建扩大，但经营不善，一年以后就停业了。到了2014年，一楼室内又被改建成翼龙广场，饭店业务至此终止。楼梯表面经过多年来的反复改造，早已经是面目全非，感觉是越改越丑，时至今日已经是俗不可耐。据1984年编纂的沙市地方志记载，沙市饭店位于北京路中段，紧靠美丽的汴河风景区南侧，于1971年破土动工，1972年7月正式投入使用，占地面积3305.4平方米。沙市饭店服务大楼是座具有现代化建筑水平的转角型五层建筑，建筑面积为2405.9平方米，进店即有宽敞的接待厅，一楼设有小卖部、理发室、医务室、小会议室、长话间，各楼共有客房176间，床位555个，室内布置讲究，美观舒适，每层楼均设有公用电话、卫生间、盥洗室，其中一、二等房间内备有电视、沙发、软垫床、地毯和卫生间、壁橱等设施。店内餐厅上下二层可同时容纳600人进餐，并设有小厅和雅座。饭店可承包各种宴席，锅炉房、洗衣房、浴室、烘干机可为旅客提供满意的服务条件。沙市饭店还开办沙市武汉、沙市到宜昌长途旅游客车，旅客可在店内购票、就近乘车。该店有各类管理人员和服务人员132人，年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型会议代表、旅游团体，旅客达20万人次左右，年营业额达60余万元。这是目前饭店的俯瞰画面，饭店中间的院子看上去好像都已经被租出去了，各种公司招牌。我之前说过，现在的沙市到处拆，遍地挖，整个北京路甚至已找不出一幢超过50年的大楼。但我现在不得不再备注一句，沙市饭店除外，因为它距今刚好建成了51年。我对这个城市规划者们的审美实在不敢恭维，这个光秃秃的广场再配上那个地下商城的入口，就俯瞰的视觉效果而言，实在是不忍直视，简直是丑爆了。北京路两侧的行人并不太多，但已经算是市中心人气最盛的地方了，马路上各种车辆却是川流不息，这也是目前这个城市给我的整体印象。车多人少，不够热闹，外地人多，本地人少，普通话多，沙市话少，老年人多，小孩子少。再来看看旁边的北京路，目前仍然是中心城区的主干道，只不过上面的人行天桥都被拆除了，不知道是什么讲究，可能是强迫行人去地下商城过马路，以收获硬性流量为目的吧。反正但凡任何改变，只要往唯利是图这4个字上面靠就没错了。就这一块，从80年代开始就一直是沙市最繁华的地段，也就是俗话说的街上。
想想以前80年代的小花园、人民剧场、铁栏杆、软脚坡、绝楼街，是多么繁华热闹。再看看现在的沙龙达广场，整个广场上就没几个人，就像块一尘不染的镜面，惨不忍睹。这画面像不像马桶和与之适配的盖子？这边是面向东区，近处是海联大厦，空气质量不太好，雾霾严重。视线下方是我认为的沙市中心城区的核心所在。镜头转过来，这面是朝向西边，右下方是工艺大楼和军分区，这算是街面为数不多的残存老建筑了，但也都不超过50年。我个人是不赞成到处都修成高层建筑，特别把居民住宅都修到20-30层，几千人在同一个门口出入，到处都是监视器，隔壁邻居也是老死不相往来，就像牢笼一样，缺乏烟火味，和以前老街老巷几十年完全不变相比，又走入了另外一个极端。我们又不是香港和新加坡，地少人多，所以除了敛财和方便管理，我实在想不出什么有利于民生的理由。而且楼体外形又都差不多，没有什么特色，穿行期间错综复杂，缺乏可供识别的地标，开车不导航，甚至认不清回家的路。我支持城市发展，乐见改善，但反对急功近利，不赞成走极端，凡事应该循序渐进，城市建设也是一样。试想一下，沙北的高楼都是这几年集中修起来的，而房屋年限又都差不多，那是不是到时候也会一起拆？尽管沙市的老城区这两年基本上已经被拆得差不多了，城区基建改造的速度异常迅猛，但只要是中山公园大门上的招牌一天没换，门口的工农兵雕像还在，这地方就好歹还算有那么个家乡的印记吧。